这一台的标签盒，你看它两个尺寸，235和320，跨度有点大的话，需要换这一个。这个怎么换呢？现在上面的是235的乘103的这个，然后现在要换成这个。先把这颗螺丝拆掉，这个上面有一颗指腹螺丝，拿下来，把它整个拿出来，然后换上这个。换上以后，把这个再装回去，再去上下可以动，再把这颗螺丝装回去，这样就好了，差的一点点就可以从这里来调。320乘111，你看现在不够，这里不够，放宽，可以放进去，高度不够，拧起来。也是一样，自然状态，推回去它会弹回来就好了。